集合啦，集合啦，小朋友们快来排队集合啦。乔治，你知不知道花仙子老师叫我们集合干什么呢？会不会是给我们发好吃的呀？姐姐，好吃的，我要吃金币巧克力，可好吃了。麦西，我想应该是发甜甜圈，朵朵姐姐肯定是发金币巧克力呀。哎，这几个熊孩子就知道是好吃的。小朋友们，让你们过来是排队打预防针的。啊，打预防针，我最害怕了，我还是排到后面去吧。我也害怕打预防针。乔治，等等我，我才不要第一个打预防针呢。我也好害怕呀，我要到最后一排去。啊，我脚都在发抖，我也要排到后面去。啊，我怎么又第一个呀？花仙子老师，我真的很害怕打预防针，我要排到后面去。站住，乔治，你排到最后一个也要打预防针。今天你们都要打预防针，所以你们就不要推来推去了。乔治，现在你是第一个，你先来打。啊，那好吧，花仙子老师。屏幕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害不害怕打预防针呢？是不是和乔治一样呢？一听见打针就躲呢？如果你们也害怕打预防针的话，可以点击小红心告诉我哟。妈妈妈妈，我这次没有考好，只考了95分，下次我一定会更加努力的。没事的，佩奇，你平时都考100分，这次没考好，下次再认真仔细一点就好了。妈妈妈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乔治，这次考了多少分呀？快让妈妈看看。妈妈，你快看，我这次可比姐姐考得好哟，高很多。哇，我家乔治考了100分，真厉害。不对，乔治，你明明是佩奇姐姐，你不要说话。妈妈，你看我考了100分，有什么奖励呀？不错不错，乔治今天考了100分，妈妈要好好看看。哎，不对呀，乔治，你这两个分数怎么两个颜色都不一样呀？前面的颜色和后面的颜色完全不一样。快说，是不是自己把分数给改了？妈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我没有改过。是吗，乔治？就算你只考10分，妈妈也不会怪你的。以后再努力努力学习就好了，下去争取考个高分回来。但是你要是撒谎骗妈妈，妈妈可就要生气了，而且还要好好惩罚你。快说，是不是只考了10分，在后面添了一个零呀，变成了100分？妈妈，我考的不是10分，其实我考的是0分。啊，你这个熊孩子！妈妈，你不要生气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会好好学习的。小朋友们，乔治这种行为是不对的，你们可千万不要学习乔治这样哦。喜欢我们视频的话，记得点击关注哟。葫芦娃们，你们的奥特曼卡片可真帅，我能和你们一起玩吗？这可不行，我爷爷说了，不能和坏人一起玩。你们僵尸做了那么多坏事，我们才不和你们僵尸一起玩呢。我不是坏人，而且我也没做过坏事呀。你说的我们不信，你有好朋友给你证明你没有做过坏事吗？我有好朋友可以给我证明呀。那小僵尸，你的好朋友是谁呢？葫芦娃兄弟，你们等一会儿，我这就去拿我的水画本。好啦，葫芦娃兄弟们，我这就把我的好朋友给你们画出来。你们看，这就是我的好朋友啊！这不是白雪公主吗？白雪公主真的是你的好朋友吗？对呀，白雪公主和贝尔公主都是我的好朋友。白雪公主和贝尔公主游玩到这里，哎，小僵尸，你怎么在这里呀？哎，这水画本上不是我吗？白雪姐姐、贝尔姐姐，我还说去找你们玩呢。看见葫芦娃们在这玩奥特曼卡片，想和他们一起玩，所以才在这里的。可是葫芦娃兄弟不相信我是好僵尸，不愿意和我一起玩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呀！白雪公主、贝尔公主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！葫芦娃兄弟，葫芦娃兄弟，你们愿意和我们一起玩吗？既然小僵尸说的是真的，我们当然愿意和你们一起玩啦！太好啦，我小僵尸又有一起玩的小伙伴啦！小朋友们，你们有多少小伙伴呢？评论区告诉我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布丁姐姐。糟糕，僵尸马上就要追上我了！哎，这里有一面瘫倒的墙，我就躲进去吧。僵尸就要来了，我得赶紧把这面墙给砌起来。我要把这面墙砌得高高的，这样僵尸就不会发现我了。僵尸太可怕了，我要赶快把这面墙砌起来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快给我发送小红心助力吧，我可不想被僵尸抓走。听说僵尸长得可吓人了，我可不想被他抓走。太好了，我的墙终于砌好了。呵呵，佩奇我来了，我要把你抓回去陪我孩子玩。哎，佩奇跑到哪里去了？刚才在这边呢，怎么一会儿就不见了？哎，佩奇不会藏到这一面墙的后面了吧？我要把这面墙给推倒。佩奇，你就不要藏了，快出来吧。嘿，佩奇，你就不要藏了啊，我都看见你了。啊，僵尸马上就要抓到我了，小朋友们，你们赶快发送小红心帮我隐身吧，我可不想被僵尸抓走。佩奇，你还是乖乖的出来吧，别再藏了，我马上就要把这面墙推倒了，我接着推。嘿嘿，哎，佩奇怎么不见了？刚才都还在这面墙背后呢，怎么一会儿的功夫就不见了？小朋友们，你们快说，是不是你们发送小红心帮佩奇隐身了？你们不许发了，不许发了。哎呀，这个呀是我爸爸给我买的新飞机，你们看是不是很帅气呀？哈哈，小猪猪，就你一个人在这呢。哎呦，这旁边还有一个这么漂亮的飞机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呢。不错不错，以后这个飞机就是我的啦。怪兽怪兽，你住手，你不准动，那个飞机是我的。你这个小猪，你要是不把飞机给我，我可就把你抓走了。不行不行，你把我抓走，我的飞机也不能给你，那是我的。哼，我就是要拿走这个飞机呀，以后就是我的啦。这个怪兽抢我的飞机，救命呀救命呀，谁来
来帮帮我呀。乔治乔治别哭了，我哪吒来帮你。你这个怪兽太可恶了，居然敢抢乔治的飞机。哼，你快把乔治的飞机还给他。哟，哪吒呀，哼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不还，你想怎样呀？哼，不还是吧，那你看看我的厉害，看我的火箭枪瞄准发射。哟，哎呀哎呀，你这个激光怎么这么厉害呀，快把乔治的飞机还给他。哎呀哎呀，我错了，我还给他就是了。好疼呀好疼呀，谢谢你哪吒，我的飞机终于回来了。不客气不客气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哪吒厉不厉害呀？要是觉得他厉害的话，就送一颗小红心给他吧。哈哈，奥特曼们，今天我从巫婆婆那里学了一点魔法，我现在呀就把你们封印在卡片里面，这样你们就永远出不来了。魔法魔法变，看样子这个魔法还挺厉害了。走喽走喽，以后再没人和我作对了。哎，这地上怎么多了这么多卡片呀？是谁丢到这了呢？哇塞，这个奥特曼卡片可逼真了呢，感觉像是真正的奥特曼一样。葫芦娃葫芦娃，我们是真正的奥特曼，真正的奥特曼呀。奥特曼，你们怎么被关在这了呀？刚刚那个怪兽用了黑魔法把我们封印在里面了，我们出不来，你能不能帮帮我们呀？好呀好呀，奥特曼，那我要怎样才能帮助你们呢？我呀，听说巫婆婆的黑魔法最害怕小红心了，要不你送一颗小红心给我试试吧？好吧好吧，你看我这正好一颗小红心给你吧。你看葫芦娃，我真的变出来了。葫芦娃葫芦娃，你还有没有小红心呢？我想让我的其他兄弟都可以变出来啊，可是我只有一颗小红心，刚刚都给你吃了啊，这怎么办呀？哎，有了，屏幕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手里面不是有小红心吗？你们要是有小红心的话，就送一点小红心给我兄弟吧，这样他们就可以解除封印出来了。小怪兽呀，上次我们去买巧克力的时候，我们不是买的都是一样的吗？你怎么还剩两块了呀？哎呀，我这不是吃的多吗？怪兽叔叔没有告诉过你，巧克力吃多了会对牙齿不好，会长蛀牙的吗？我知道呀，所以我是悄悄的吃了。再说了，我吃了那么多巧克力，没有感觉到牙齿不舒服呀。不行不行，小怪兽，你要是再这样这样吃下去呀，你的牙齿一定会长蛀牙的。哎呀，小僵尸呀小僵尸，那是大人在骗你呢，谁说吃巧克力会长蛀牙呀？不可能，你看我在这儿不是一点事都没有吗？我呀还要当着你的面把这所有的巧克力都给吃完，你看我把它给剥开快吃，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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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好吃，太好吃了。还有一个继续吃，把它给剥开放到嘴里面，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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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，好吃好吃，真好吃。你看我吃了这么多，牙齿也没有不舒服，也不会长蛀牙呀。哎呀，小怪兽，我保证过一会儿呀你肯定会牙疼的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的牙齿好像感觉到一点点痛。哎，我的天呀，我不会真的长蛀牙了吧？我就说吧，你吃了这么多糖果肯定会长蛀牙的。哎呀，怎么越来越痛了，越来越痛了。哎，早知道我就听你的话少吃巧克力了。哎，你悄悄嫉妒一定要少吃巧克力啊。走吧，我送你去医院吧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要记住哦，巧克力都少吃，不然会长蛀牙，就会像小怪兽那样可疼可疼了呢。小猪佩奇一家，赶紧把你们好吃的都给我叫出来。妈妈妈妈，这有这么多僵尸，好可怕呀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妈妈，这怎么办呀，好多的僵尸呀。别害怕佩奇乔治，妈妈有办法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不能欺负我们，你们赶紧走，要不然我们就通知小植物来收拾你们了。小植物，你们以为我怕他吗？快把你们好吃的都给我叫出来。这些僵尸好可怕呀。不是，我得悄悄通知小植物们，屏幕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能不能点击小红心通知小植物们呢？这些僵尸呀太可怕了。我来了我来了，我也来了我也来了，还有我呢，大僵尸怎么能少了我呢？你们这些僵尸真可恶，又在这欺负小猪佩奇一家的。今天让你们瞧瞧豌豆炮的厉害，拿出我的炮弹瞄准发射，看一下就把你们四个全部给打倒了，看你们以后敢不敢欺负小猪佩奇一家了。哎呦哎呦，不敢了不敢了，我保证如果再也不敢欺负了，这个植物也太厉害了吧，一下就把你们四个都给打倒了。错了错了，再也不敢了。